未来婆婆什么样？你来说一个。就是随便让我花钱啊，做什么都对啊，然后各种就表扬我啊，觉得我了不起啊，崇拜我。你很需要的是粉丝吧？你希望你找到一个粉丝吧？粉丝，这沟通起来就好沟通了。那你回头你去见你的婆婆的时候，你第一次见你的丈母妈是吗？是你老公的妈妈。对啊。是你老公的妈。我老公的妈。你要跟女朋友的妈妈讲的第一句话，你知道是什么？阿姨好年轻，阿姨好年轻，怎么可能是她的妈妈，是姐姐吧？天哪，怎么这么年轻？学到了，懂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呀，我没来过太浪漫的地方，但是我做这个节目，真的来了，我觉得来了很多浪漫的地方，就我知道浪漫是什么东西。你会不会想要下次带女朋友到这个很多地方来？我现在突然想到，演播厅看到我们一直访问魏大勋，觉得他觉得浪漫啊，他有女朋友老婆怎么样啊，他女朋友的妈妈我们怎么样啊，他们几个人关我屁事啊。我们了解魏大勋好多事情。这剩些什么玩意儿了？重回18岁，想谁做初恋男友？这有问题，我跟你说，这游戏啊，就没谁也没想带我，你知道吗？这游戏是你们之间玩的。女朋友，改女朋友。对，如果重回18岁，就大学的时候谈过一次恋爱，然后我就觉得吧，其实就还是男人，还是谈谈恋爱能成长了不少。问你18岁想跟谁在一起？妈。啊，你吗？又是我，你看讲什么都要带到我，好讨厌哦。哎呀，我感觉我完蛋了。你肯定完蛋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下跪那一下，我感觉已经死了。